我们今天看到了什么？裸体男两个。怎么 zoom 啊？去偷窥人家家。Good family， 我们现在来到了巴厘岛这边，很恐怖。我正要踩到这里来，你躺得很过瘾哦。它这个可以两个人吗？会不会等一下我们两个掉下去了？这很有美的景，全部都是 bamboo。基本上就是想要来看看这边有一些 IG 很美的景。那这个地方我们找到的是完全新的，整栋都是 bamboo。这边可以看到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我们今天看到了什么？裸体男两个，非常原始，对，在外面洗澡。然后还有看到四脚蛇，因为这里基本上比较偏一点，网美照就是这样拍的。有没有感觉你活在 hashtag I woke up like this？ 我给你坦白的说，躺在这里真的没有很舒服哦。所以那些拍照拍的好舒服的，都是假装的。他有给一个棉被啊，躺在上面应该比较舒服。而且人家还裸体。然后外面看一个美景，但景是真的很美啦。怎么 zoom 啊？去偷窥人家家？今天就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IG 照片怎么拍出来。瞧好位置，瞧好 camera。哇哦，里面到底有没有穿啊？有啦。不能抓鼻子啊。你还一直弄我？什么弄你？我在帮你拍照。And that is how you take an IG photo. 你怎么敢说啊？怎么拍的很好？哎，我们在拍美照，不是搞笑照啊！啊！还要自己把人家手拉过来？不要啊！你不要啦！我的工作又要继续了。干嘛？你干嘛录？美美的来。另外分享，如果来到这种景的时候，就是在拍床上，好像刚起来的样子，但明明 pose 很久了。望远方，往下看一点，换 pose， look that way。放飞，不拍了。好，不拍了，太好了，休息了。Go， OK， stop， 我要编辑影片啊， stop。OK， 我们现在想说给大家一个 house tour， 因为我们在 IG 上 po 了一些 stories， 蛮多人问这个住宿的。我们现在正在外面，好晒。对啊，太阳很大。蓝天白云的，我们的住宿就是一个独立屋在这里，而且我们还有荡秋千，基本上全部都是 bamboo 做的。这里有两个 bean bag 可以躺着，然后我们刚好在晒着衣服。之前你看到我们拍照就是这个 patio 这里，然后这里就很多 natural 稻米啊，稻米。反正这个地方超适合拍照的，就是很多不同角度，很多大自然，连这个 hammock 也有。它这个是基本上没有门的。我们就是拉一个这个布，很 natural， 完全跟平常你住的 hotel 不一样，而且应该没什么人住过这里，因为它才开一个多月，所以是 Jamie 特地找到。我可以再放个 description， 因为应该是自己要找到找不太到。价钱大概是300多马币啊，然后我们这个是两层楼，走这个 stairs 上来，全部都是 bamboo。那床在这边，现在是很乱啦，但你就想象可以整理一下，然后拍一些 IG 照片。那它会有这些纱帘吗？整个步调都是 bamboo， 很特别啊。这里就是刚才在外面拍照的，这里后面就可以看一些背景，都是很 Instagrammable。因为这里其实是人家算是家里，它不算是 hotel， 它就是自己的家里租出来 Airbnb， 所以就很 homey 的 feeling。然后这里也可以租一台机车，我们是租机车比较方便。它离 Uber 市区那里大概有20-30分吧，所以也不是到很近。但是如果你会骑机车，或是你搭他们的 Gojek 的话，就很方便，因为它这里 Gojek 会比他们的 Grab 便宜。我觉得住在这种地方舒服多了，比起你住酒店，因为你去酒店的话，每一个地方基本上都一样。Anything we missed？ 厕所。哦，厕所也很特别呀呀，而且它这里有 WiFi。也有可以充电的 case you're wondering。 噔噔噔噔， Welcome to the bathroom。 马桶在这边，然后它这个是 stone 的，镜子也是很有特色。最漂亮的就是这里，你洗澡就是有一种在外面的感觉，感觉到风啊，然后下面都是 stone， 它有一些植物，所以你感觉很贴近 nature。 它连出来水的这个水龙头也是 bamboo， 就露天，而且有热水， feels good，
shampoo soap 都是放在这里，欸，这些都是真的植物。讲一下有没有小动物。哦，今天早上有看到四脚蛇，还有看到裸体男，你们就自己注意一下里面有没有。Good night. That's it for the room tour. See you guys later.为了一张照片，然后整个浪冲到鞋子全湿了。照片在哪呢？在你手机上，放这里。OK 啦，现在我们要裸着脚骑摩托车回家。你看这个家伙，上车吧。哎呦，这个帅哥是谁呀？哪里？